你跟在家吗？在啊，干嘛？哎，那就好。哎，等一下，你们我板子一米，我要串门。那我拿这条回去了，不串了。哎，人不可以串门，猪脚留下。我不进门就不算串门，我在这等着。快出来！干嘛？你看这是什么？哦，很久没吃肉了，我哪来的？阿敏想怎么吃？做个猪脚粉吗？红焖腿。叫一下阿明啊，他都睡着了。我来拿给他就行了。阿明，保持两米距离啊。2米距离不算。特殊食材，特殊对待。阿明，好吃吗？